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医院副院长林绍文。春节检疫专案上路，提醒选择 VC 方案的民众务必配合防疫措施。返家检疫期间严禁外出，检疫者可使用通讯软体与同住者沟通，如需提供生活协助，务必佩戴口罩，避免直接接触。检疫者房内垃圾应绑好绑紧，确定不会溢出污染，再拿到房门外。同住者协助处理垃圾时，要戴手套及使用酒精消毒。最后提醒西方案同住家人，加强自主健康管理期间，外出请全程佩戴口罩，记录每日行程，禁止搭乘大众运输，禁止到人潮拥挤的场所。如出现疑似症状，请立即联系卫生局或1922，依指示就医。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月7号的股市万德福，我是阿德，恭喜各位，贺喜各位。第两个原因，第一个，我们的股票啊，你拿到的一定买得到，而且一定想要卖的时候随便都可以卖啊，对吧？太有80%，今天也低效啊。第二个，我要恭喜各位，很多人说老师您不要这样啦，你做人要怎样，要厚道一点啦，今天大跌呢，你要恭喜什么？我说恭喜今天大跌，恭喜今天大跌，你又有机会了，而且下个礼拜大概礼拜二就往上冲上去了，就往上冲上去了，真的啦，很多阿德不会骗你啦，阿德在讲的都是最真的啦，股票也是啊，行情分析也是啊，昨天的行情我分析什么？我说再冷个2-3天嘛，下个礼拜就好了啦，下个礼拜就好了啦，因为现在长线的季线扣底最低往上而已，所以未来还有一个大多头啊，要准备让你做，所以大家都在担心这个嘛，嘿，有几人在烦恼的嘛，嘿，不是你在烦恼的啦，嘿，有钱人在烦恼的啦，他们要预先做预备嘛，1、2、3，哦，放音啪，整个有赚钱的先跑，对吧？有赚钱的先跑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有赚钱的先走嘛，较近的台北股市同款啊。有赚钱的先走啊！啊，那些其实在上在礼拜三的时候，我对我来讲，奇怪吼、哦，我一直收盘的时候，突然闹出一句话，我熟悉的所有的好野人吼、哦，高价股都在卖，对吧？最后你会发现高价股都一直崩啊，那个 CDKY 啊，股王啊，就跌停板了。它跌停板其实有两个原因啦、啊，因为你人赚钱，人爱走啊，这是第一个嘛。第二个，外资不挺这些高价股嘛，外资是挺什么全职股嘛，对不对？那外资如果要割你那一支的话，他不会买西利电嘛，西利 KY 啦，不会买这个嘛，这很简单啦，所以我要恭喜各位嘛，你拿到阿德的股票，你有赚到钱嘛，所以我讲你卡一个电话来就好了嘛，我给你的股票一定买得到啊，对吧？啊，第二个我要恭喜你的，你机会又来了嘛，因为大盘现在跌下来就是好的嘛，跌下来就好了嘛，对吧？因为控底你自己会算啊，因为现在上扬的唯一要上扬的是什么？就长线的嘛，长线啊，60日均线上不是扣底这里吗？我把这个10日游标拿掉，你就看得清楚了啦。今天啊，扣底不是在这里吗？昨天不是扣底这里吗？那不是要恭喜各位吗？因为这是最低档啊，往上了，所以来，你看下个礼拜一扣底，一次扣底多少？百点呢，对吧？所以它很容易碰到就上了、啊，所以礼拜一可能会长拉一个长很长很长很长的，不管是红棒还是下影线呢，
对吧？因为这不是我决定的啊，这股市就是这样玩的啊，股市所有人都是这样玩的啊，对吧？你要去相信，你要去相信那个人家在讲，我来讲啊，股票市场哈，股票市场其实道理很简单呐、啊，大家知道的事情叫泄题啦，你的科技你把科鬼不？刚才读这些书，泄题嘛，这已经把题目都告诉你啦、啊，答案也告诉你啦、啊，那你还在怕什么？哎、欸，你那哪做学生的时候弄哪在，对吧？只要老师都要愿意帮你的话，哦，我们要考试的范围通通告诉你，你得读得好啊嘛，你就能赚到钱了嘛。所以阿德来讲，你就跟着阿德做熊金呐、啊，所以真的啊。真的啊，你来看啊，这股票啊，这种的叫啥？这个九十度的呢？你有法当做着这种股票不？阿德真正这股票好利呢？阿德，而且阿德每次给你股票，我都会事先跟你讲。你看阿德就认真了、啊。昨天有一个有钱人来，就打电话来找阿德，阿德还在写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阿德的笔记呢？这阿德的笔记呢？这阿德的笔记呢？这每一张都不一样，股票都不一样哎，都是电动车的哎。而且我要做的股票，我都会事先把它找出来。这是阿德要给你看的哎，对吧？这是阿德要给你看的，这是阿德要帮你找的。你看，你看阿德在做的，你比如讲，像太阳，我事先告诉各位啊。事先告诉各位啊，不然你要怎么赚得到？所以说今天星期五，你只要打一通电话、啊、或者刷一个 QR code 啊，你就可以马上拿到像太阳 这种股票啊。啊，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大盘大跌，你看很多人都说，哎，老师啊，今天大盘大跌，你为什么那么高兴？有两个嘛，第一个我们的股票涨嘛，对吧？第一个是我们的股票涨嘛，啊，第二个嘞，打下来你的机会来了、啊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没有赚到钱嘛。啊，你也无赚到钱的时候，你也看到太阳，今天盘中大跌200多点，太阳又创波段新高哎，而且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你一定之前听阿德讲过，哎，做股票市场，这种的操盘人最厉害啦，这种操盘人最厉害啦。因为以前阿德遇过一次啊，叫敦泰啊，敦泰涨一倍的时候啊，同样有一个泰，对不对？以前敦泰涨一倍的时候才出现第一根涨停板，涨一倍哦。你看太阳，他现在阿德告诉你以后才真正锁一只涨停板哦。你注意看，刚才几涨停板呀？这里啊，真正锁住一只涨停板而已哦，其他通通没有涨停哦。哎，涨八成的。涨八成了，所以说阿德跟你讲的股票，其实你想想看，这种股票真的很棒哎、欸，这种股票真的很棒哎、欸，这种股票真的很棒哎、欸，因为阿德都事先告诉你啊，因为我们做分析师，你要有时候要体谅我们一下啦，对吧？你要体谅阿德一下啦，我也很想标绩效给你啊，等于说过去的绩效，可是。证管会就不许我们讲以前多厉害都多厉害嘛，对吧？啊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讲今麦也够有的股票在你讲嘛。啊，现在太阳还有没有？有啊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对不？你是我的会员，除了你刚加入的啦，否则这太阳，我们从第一天开始一共买了六笔啦。除了你昨天前天刚加入的没有太阳以外嘛，我们一共买了六笔嘛，对吧？就这样啊，啊，我们也不能算绩效给你啊，80%大概多少？你如果100万，80%大概80万嘛，你自己算嘛，200大概160嘛。那你如果你有200万的人打一通电话，你就进来拿，而且一定拿得到啊。太阳一定拿得到啊，太阳一定拿得到啦、啊！不是，我不是像那有其他的老师说，哎、欸，那涨停板亏的涨停板啊，
我不会说就啊，其实我跟各位说，其实这样也对啦，主管机关这样也对啦，啊，不然很多老师通通有买没有买你也不知道啊，每天就跟你讲涨停板的股票，对吧？啊，每天都跟你讲绩效，这样也不对啦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我觉得啦，还是你要长期看阿德，那阿德给你的股票一定买得到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介绍给你的股票，我一样可以先介绍给你看，没关系，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 ，QR code 只要扫下去，我马上给你，好不好？你一定会说，老师啊，我今天才看你的节目啦。啊，你也想一想啊，现在已经放假了，那放假期间你太阳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一定想知道，哦，我给你你买到的，你一定想知道这个嘛，啊，不然我如果要再股票给你，你一定买不下去啊，你怎么买得下去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跟你讲是涨停才打开给你的，你一定不相信嘛，就涨停才打开给你的，你一定不相信嘛，啊，不管你画到多少把泥鸟啦，不管你证据留多少，你就是要留一个，他还没开牌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先事先告诉你了，对吧？啊，不然什么叫做80%？自己在说空气也80%吗？我的会员完全没有太阳，然后我跟你讲赚80%吗？不是吧？这个叫标绩效，对不对？那阿德还有，这不叫绩效。我们还在持续努力，未来搞不好我们搞不好要看到更高的位置。那你现在一定在想说，好，阿德老师，只要你证明你送给我的股票买得到，那下一档股票我带你参考看嘛，你是不是在想这个，对吧？好，那你就看一段这一段 VCR 吧，导播 VCR。一定是底部喷出要震撼全市场，只要三只涨停板我一定开牌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看过了哦，对看了，你把它对看看了，你可以慢慢对，没有问题，你慢慢对都不用急，因为反正今天我就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什么叫真的？你可以慢慢看，可不可以买得到？可不可以买得到？是阿德想要告诉各位的，可不可以买得到？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啦齁，应该可以啦齁。因为我给你的时候，随随便便你都可以买啊。只是阿德要跟各位讲啦，你慢慢看没关系，你慢慢看。因为我今天要给你的股票其实很简单，我也会事先跟你说，我会用举例的啦，我会用举例的。好，你看完了吗？哈，你看完了，来，看完了嘛，看完了我们就来嘛，对吧？到底有没有看完？看完了啦，哈，来，看完了，那我就给你看了。买得到吗？没关系啊，你慢慢看啊。因为很多朋友都说阿德你讲话速度很快，那我讲慢一点啊。那我们又不能标绩效，那我就问你，可以买得到吗？好啦，一天不准。12月21号，送给你第二天，对吧？随便买买得到吧，对吧？来，慢慢看没关系。第三天涨停，就算你要追也追得到哦。三天才20%而已，其实也没什么嘛。你注意看哦，它涨80%，只有这一天真正锁住。阿德送给你的第三天真正锁住，第四天涨一点点，
第五天涨停板没锁住，37%而已。你可以慢慢看啊，当初我是怎么讲的？我说是要说中舍十字出生段出现中舍十字在28.85，就代表三字头一定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来，出生段就刚开始嘛，你看这一段叫刚开始，对，出现中舍十字，这一定看得到三字头，因为等高嘛，一定看得到三字头嘛。出生段而已，所以你慢慢看没关系啊。所以我要给你股票，我说说就是最真的，最真的让你来赚钱，跟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今天想想看，你如果有200万，一支股票80%，卖空80%啦，一支股票一倍啦。不要说一倍，两倍好不好？好，三倍，一支股票起三倍。可是开牌就涨停板，你没有啊？连续飙十支涨停板，好不好？开牌就涨停板，你没有啊？是不是阿德的 VCR 给你？你看到了，是最真的，你都可以买得到的。因为我每一只股票，每一只股票在做的时候，我都经过很长的时间在研究，很长的时间在研究，而且我研究的通通不会跳来跳去。哎，我从2019年研究到现在了嘞，对吧？所以说我只要给你的股票，我已经研究得很清楚啊。那你想想看，你可以慢慢看下去啊，你不用急。第五天而已，对吧？再来咧，再涨，涨停还是没守住，45%啊！你有三天的时间可以买，你有三天的时间可以买，第三天才涨停板啊！送给你，如果那一天不算的话，你有三天的时间可以买啊。我研究了那么久，不然你也来得特一下，你也来得特一下，你也来得特一下。这阿德研究，这你不要以为这些股票都一样，这股票都不一样，这股票都不一样，只有这一张有重复的啊。这才一之一啊，这一共三张，这一共将近2000档股票。你们说电动车只有几百档而已，电动车有将近2000档股票，对吧？我都有研究，我研究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啊，你就来一通电话80%就是你的啊。继续看下去，你可以慢慢看啊，你可以慢慢看啊，对不对？那27号，那28号呢？再涨，29号跌趴而已，对吧？收多少？28。然后呢，再涨，慢慢看了，这是我要给你的，慢慢看。为什么你要找阿德？你电话来了就有了啊。60%，你自己想看看，你如果打一通电话，你差别多大？就一通电话而已，我真的啊，昨天。少放一张，创新高。昨天，对吧？
看看今天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今天花那么多时间来讲一档股票，只要告诉你，接下来你要跟到。我举例，我会让你有信心。大户最强的喷股，你直接拿，像太阳一样，不用急，你一定买得到。你刚才看一股的，你想不想要？好，你不要说我花那么多时间去整理、去研究将近2000档的股票，你先不要想这个，你只要听一句话就好了啦。我今天要给你的，你 QR code 扫了去，不要看它黑黑的。你刚才听这股的，不要看它黑黑的。今年的产能营收一定爆倍翻。我来讲的物件，你来想看卖。如果有一档股票，你嘛看伊即马啦，烂烂啊，乌乌啊，无那么低。我都跟他讲，你这股你来看好了，不要小看它，黑黑的哦。今年的产能营收一定爆倍翻。而且我已经跟我的 VIP 跟我的市场的大户讲过了，他们都去探听了，我要给你，我准备送给你，你跟着大户一起中压，他会跟太阳一样涨不停，好不好？先进一下广告，等一下回来。2022伏虎生风，188帮您旺一整年，让你财源滚滚，财运亨通。致富专线02-8512-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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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直播立即上线。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我们两家很辛苦，从8月开始小朋友上学，每个月只要3500，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像是神教育基金。对啊，准备要买游戏机。什么游戏机？没有没有，吸尘器，吸尘器。0-6岁，国家一起养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。真的哈、哦，这股票太赞了。我给你一定是底部起来的。我给你一定是底部起来的，我绝对不会跟着人家说啊，已经涨一段了，然后乱喊的。比如你看到很多老师都在喊以前，比如说上个礼拜，比如说以前都在喊国巨，对不对？
反正它涨就一定有人喊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人都套在1000多块嘛，对吧？很多人都套在1000多块嘛，对吧？那这里如果它整理要起涨，很多人就叫你进去怎么样？因为上面冤魂很多嘛。啊，你要不要抵这支？阿叔跟你讲，阿伯你来看这支嘛。这本一比高十倍，它不到10亿。我举例嘛，举例嘛，对吧？如果要爆冲的股票很简单啊，一定都是整理完毕，整理完毕的话冲上去拉回来你才介入啊。你不要去买那个类似国巨，国巨以前有1000多块的时候啊，那代表什么？有人在1000多块他还做买卖嘛，那表示那里冤魂很多嘛。那你如果要买国巨，你为什么不买这一种的？如果国巨又会好，它比它更好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不买这一种的？都没涨过的啊，你要买这种的啊，都没涨过的啊。所以今天我要给你大户最强的喷股，你只要记住这句话，你不要看它黑黑的，今年的产能营收一定爆倍翻。你要没有跟到80%的太阳的，去低利来把握。祝各位操作顺利，下周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